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大男孩啊！想唔想知道点样将部 Insta 360 R 同个 AirPods 连接，跟住咧用 AirPods 嚟收音呢？如果想咧，這个 video 就啱你啦，因为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佢哋两者嘅连接方法嘅。做法好简单嘅啫，只有三个步骤。第一，将你个 One R 嘅 firmware upgrade 去最新个版本啦。第二，透過部機的 manual 將它和 AirPods 連接的。喂，第一開機，第二畫面上面拉下來，左下角多了個耳機的 icon， 按下去。之前連了隻 AirPods Pro， 所以今次就選 Connect to Other。 它有蓋是怎麼做的，很簡單的，拿一隻 AirPods， 打開個蓋，見到盞燈，后面有个掣，按实个掣，按到闪白色之后呢，就按 Start Search， 看到 AirPods 就 show 出来了，你按下去，等一阵 AirPods Connected， 这只 AirPods 就连了一部 Insta 360到了。第三就很简单，打开你的 AirPods 带上去，跟着呢去拍片就可以了。看看真的用起上嚟嗰时个分别是怎啦？而家咧系冇连任何嘅 AirPods 嘅，呢一个咧就系佢个收音效果啦。首先咧连咗只 AirPods 度先啦，呢只系第一代嘅 AirPods， 咁而家一路行紧，一路录紧，有少少风，唔知道大家觉得用咗 AirPods 嘅收音个质素好啲咧，定系用翻佢内置收音咪好啲咧？今次就系 AirPods Pro 啦，大家觉得点啊？头先嗰只 AirPods 好啲啊，定系呢一只 AirPods Pro 好啲咧？而家就有少少風嘅，我哋一路行緊，一路錄緊音咁啦。用咗 AirPods 嘅收音有個好處咧，就係唔需要再企近部相機先可以收到音嘅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。有咗藍牙收音咪之後咧，其中一個好處咧就係就算你同部相機中間有嘢隔絕咗咧，你依然都可以收到音嘅。用藍牙連線咧，我覺得唔多唔少都會有啲 delay 嘅。而家就試下呢個 delay test 啦。第一隻咧就係普通版嘅 AirPods， 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。今次係只 AirPods Pro 嘅 delay test， 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，唔知同只 AirPods 有冇分别呢？今次系360相机模组，试只 AirPods， 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，最后试埋响360相机模组连接呢只 AirPods Pro 嘅情况啦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，好啦，个 delay test 就试完啦。唔知个 delay 严唔严重咧？大家又觉得点样咧？不如之后留低你个 comment 喺下边啦。好啦，用完，将佢放翻落去个盒度，闩咗个盖，写住 AirPods disconnected， 咁就已经断咗线噶啦。好，测试完毕啦。呢一部 One R 咧真系可以连接到 AirPods 同埋 AirPods Pro 喎。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咧就系咁多啦。中意嘅咧记住俾翻个 like 大男孩哦，同埋 subscribe 我个 channel。咁啊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